阿弥陀佛，扎西迪勒。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是上礼拜接着上礼拜那个上到的心念咒，从这里开始描述。那我们上礼拜也谈到的就是心念咒的部分在寻找各自的心各自的心相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就是确定知道除了心之外没有单独存在的我，另一方面也确定了知没有产业自在的有我，如此便能趋入涅槃极境。所以我们今天关于无我的部分来向大家介绍。那我们这个为什么重视无我的部分呢？我们就是佛教徒，从佛教徒的观点来看的话，所以佛教所有的那个世尊的所有的教言的他的所权内容当中最精华信要的部分，就是一个无我的部分。那无我就是一个，一方面来讲解释的话就是一个空性，一方面来讲是无我。无我有分类两种，人无我跟法无我，通常我们这样的区分的。那这两个的重要性或者是可贵的之处是如何，我们今天应该是借由这个机会来向大家应该是介绍。那我们这里面这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个依照这个次序来解释的话，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另一方面确定了知没有残影自在的有我，那种如此便能趋入涅槃极境这个残影自在的有我的这个残影自在的无我的部分，就是所以依照所以这个程序来解释的话，这个是主张就是一个基部跟有部他们所共同所主张的一个无我的情况。那我们这个秩序也是我们依照既摄论而宣说了这样的一个无我的状态。那我想就是对于虽然是四部中义各个的主张有所不同，对无我的情况来看法来讲的话，认知看法他们的就是主张来讲的话还是有差异的。那我们就是在这个最主要是可以客观的角度来去解释的话，那我们通常佛教徒就是说佛教的见解是一个缘起见，那行为的准则就是一个无伤害的行为，这是我们佛教该有的。所以应该最主要的就是两个特点。那第一个方面来缘起见，这是非常的重要的。为什么呢？我们就是说大概我们就是简单的方面来讲解释的话，缘起这个观念，这个是见解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我们就是说先大概就是这样去解释比较好。比如说我们三界轮回之中所有 六道众生都是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没办法脱离轮回，一直流转轮回之中。那流转轮回不仅仅是流转轮回而已，还是有被三苦所折磨所以非常的困苦，非常的辛苦苦恼。那这样的一个众生的流转轮回当中，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在身心上有产生什么样的感受，所以那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端倪。所以慢慢的去思维的话，我们所有的众生身心上拥有所有的痛苦都是它的来源，我们通常口头上讲说都是业障，依靠业障而生的。那所有的业障从哪来的？所以任何的业障也好，所有的业障都是依靠任何的烦恼而生的。那所有的烦恼的源头是什么呢？所有的烦恼都是依靠我执而生的。那我执是一个轮回的根本，通常我们就是佛法的一个简单的方面来去解释的话，大概就是我执是一个所有轮回过坏的一个源头。
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是说，这个欲求也好，所以我们希求解脱者，或者是我们就是希求就是永恒的快乐者，我们想要得到快乐的人，任何的人，那我们就是如何去追求快乐，所以我们就是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答案出来。那我们什么原因呢？我们就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就是说那我们这个我们人生的今生的我们自己的生活过生活当中，我们就是迎面而来的挑战是非常的多，那我们就是如何去面对这种的困苦痛苦，或者如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所以每个人都就像是一个遇到瓶颈一般，没办法突破这个困难，没办法克服这样的一个难关。这个问题都是我们对于一切的法，对于一切的业因果，对于一切的寻找快乐的方法也好，消除痛苦的因素也好，都是愚痴的，没办法去理解，所以导致所造成的一些的结果就是我们这样子。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佛教徒最重视，所以空在戒，那个空心空性，这个空性就是实际上存在的，很多人认为就是空性是不存在的。那我们就是刚才我们所前面所讲的，就是轮回的根本是我执，那它的最好的一个对治是哪一种，所以就是叫做一个真无空性的智，真无我的智。那真无我的智了治他无我的时候，所以破除了我执，破除了恶我执捏造出来的一个有我，这个有我就深入前所都有。所以我们刚才说前面谈到的，就禅自在的有我，那能独立实质有我，那我们无始中所取能取一尺空，那我们中观中来讲的话，地是成立的有我，自性成立的有我，所以我们每一个四部中一个个主张上面来讲的话是有所不同的。那我们今天我们所谈到的缘起缘依来，所以我们成立了一切法无我的一个无自性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去简单来讲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人身为一个人类甚至是动物，都想要得到快乐，不想要痛苦，是一致的，不如那个质疑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去寻找快乐，是问题在这里，卡住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如何去寻找快乐的时候，那就我们就是对于寻找快乐的因素上来讲的话，完全是愚昧的，不知情的，不知道如何去寻找。那这样的话，我刚才我们所前面谈到的就是说，那所有轮回的过坏，所有轮回的痛苦，都的它的来源就是根源者，就是一个无明我执。那我们把无明物质连根拔起来的话，那就从这里开始就没有任何的轮回的过坏，已经结束了，解决了，它是一个根本。那我们想要断除这个我执的最好的一个方法是什么？一定要我们就是先了解空性，一定要有空性界，才能这样的利用这样的空性界来，所以对治这样的我执，这是正确的一个看法。那我们了解空性也是不容易理解的，那是空性是什么？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个阶段关于空性的部分来讲解释。那以缘起的原因是什么呢？先我们讲缘起的部分，缘起有两种，明眼暗力的缘起跟所以观待听系的缘起有两种。那观待听系的缘起就是一个我们通常所讲的所有的结果都是依靠因缘而生的，任何的凡事任何的结果都必须要依赖具足的因缘而产生的，这是一个观待体性的互相依赖，依靠其他的因缘而自己成立而自己产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这个叫做一个观待体性的一个观念，缘起的观念。这是我们一般人就是
维系上来讲的话，一般人很困难，但是一个出品的方面来解释的话，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每个人都知道哦，应该是元气是如何。我们农夫来讲的话，他们也知道哦，应该是播下了一个玉米的种子，会长出玉米的幼苗，或者慢慢逐渐的，就是春秋天的时候，我们就收割的时候，得到了一些的玉米的结果，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这个也是冠带提醒的一个出品的一个观念，这个是很好的。那另一个深一点来讲的话，我们通常讲的就是说，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每个人都会讲的。那这个善有善报，原因是什么？刚才我们所谈到的一模一样的，同样的道理来讲的话，想要我们得到玉米结果的话，一定要先播下了一个玉米的种子，才有就是玉米的结果。一模一样，我们想要得到快乐的话，一定要就像是播下了一个快乐的种子，才有就是会得到快乐的结果。是，这个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我们分开来讲的话，所有的任何的善都是一个快乐的因素，任何的业障也好，烦恼也好，所以都是一个痛苦的因素。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去累积了任何的资粮或者任何的福德，那这样的话才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这样的观念也是对的。那第二个方面来讲的话，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就是说，所有的有为法无常的部分都是依靠其他的因缘而生，所以呢，凡是任何的结果没有单独存在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点。那没有这样的一个没有单独存在的一个的话，那它的本质是不是禅自在的有我，所以那个就是基部跟有部他们所主张的，一切的有为法都是禅自在空，禅自在空，所以呢没有禅自在的有我，所以呢我也是有我自己的本身，也是一个禅自在的有我，没有禅自在的能独立实质有我，能没有禅自在的有我，所以他的想法是都是一个没有这样的独立实质的一个我，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我们心中拥有的一个我执捏造，凭苦捏造出来的一个我，这个叫做一个所破的我。于且是慢慢寻找自己身心上寻找，所以慢慢的去探讨分析的时候，才慢慢的会感觉到说，在内心哎，没有独立实质的我的心，没有独立存在的我的身体，没有独立的实质的一个我的心的话，那身心上面慢慢的理解无我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话它破除了两个所破的我，比如说我执捏造出来的那个凭空捏造出来的，所以有我禅因自在的有我跟能独立实质有我的那个基部有部他们所主张的有我是破除了，那这样的话进入了一个出品无我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唯心上来讲的话，刚才我们所谈到的中观所主张的，它不只是我们唯识中跟有部跟基部他们就是主张的缘起，就是只有有为法的无常的部分而已，他们不会讲说一切的法都是缘起的本质，这是他们只是这样讲。那中观的看法来讲的话，不是，刚才我们缘起的原因有两个当中，一个是明眼安立的缘起，那明眼安立的缘起就是一切法都是只是依靠明眼而存在的，那这个是非常有意思，所以那个就遍及了一切的法，所以这样的话没有一个法从自己方面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天性，从自己方面没有本来就没有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天性，一定要它存在的方式也是依靠依赖自己的明眼而成立自己的体性，那这样的话没有自信而成立的，没有单独而存在的，那这样的话叫做一个无地识无自信。那我们通常一般人的
普遍的一个那个众生的一个概念来去看的话，我们天生的有一想起来的话，哎，有显现出一个定是成立的我，自然就显现出一个自信成立的我，这是自然就是一个天生的有，我们就是众生显现出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这个时候我们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我们心中拥有的恶我执受他们的影响，我们自然就显现出照着他们所以捏造出来的我的状态一直所以显现出来的，所以问题在这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如何去破除他们捏造出来的我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观察一切法的一个缘起的本质。一切法没有一个法不依靠自己的名言，其他的法从自己方面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天性。我们了解了以后，那就我们慢慢的破除恶我执捏造出来的一个有我。哎，本来就没有啊，这是颠倒事，我们可以理解啊，这个是我这是错乱事，颠倒事。我本来就是我想就是我从自己方面成立了我自己的个性体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追本溯源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如他们的显现出来的那样，如他们支持的那样。我们的情况就是我们存在的方式也是依靠很多的其他的法，我们最起码依靠自己的名言才能成立了自己的体性。那这样慢慢理解了以后，所以缘起的观念来，我们成立了一切法无自性是非常正确的一个看法。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举例来讲，那我们就是一般人没有去观察仔细的观察，所以看法非常风浅的一个人的角度来去看的话，他还是不以为然。嗯，怎么可能？我还是存在啊，我的车子也是在啊。我们并不是说车子不在，并不表示说你不存在，但是我们存在，我们认一般人仿佛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认出来的一个存在的状态，跟实际的存在的状态是完全相违的。我们一般人刚才说的受恶我执的影响，一看到四生相位触法任何的法显现出来的时候，他从自己方面成立了完整的一个独立个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物品，也是四生相位触这样的一个显现出来，不只是显现出来而已，还是我们所以支持为地势有的自信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完全是我们在心中拥有的恶我执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是反复就是一直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去所以迷惑嘛，迷惑啊，或者是愚昧愚痴，这个是恶我执令众生愚痴的原因在这个上面。那我们完全拥有这样的一个显现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情况之下，我们根本看不出来真实一切法的一个实际的真面目，完全看不出来。那这样的话，对于正如虚心正如性愚昧的心所，对于业因果愚痴的心所，所以呢，我们就是因果关系也看得不太清楚。那我们一切法的真实的面貌也是看不出来。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是完全是一个陷入在一个黑暗的一个昏沉的当中，所以没办法看得出一切法的那个真实的面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以缘起来道理来去推论推理，这个是完全符合是逻辑，符合逻辑的。刚才我们所谈到的一般人这样的不以为然的，我们原因是什么？我有遇过很多人，所以很多人就是我们直接描述，直接告诉人家，所以人家没办法吸收，没办法理解的，所以就大家觉得就是不以为然嘛。那我们以正确的逻辑来推论的时候，我们去真正的去推论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端倪。一切法完全是依照佛经论点当中所提到的如此存在的方式，如此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就是一想着我们个人来讲的话，经验来讲的话，我们没有接触佛法，没有接触，没那个未接触佛法之前，我们自己的概念当中
完全是从早上到晚上，一直我们想就是从自己方面一个独立的意志，自己的我，不依靠任何的法，我独立的一个我，自然就显现出了。那你有没有独立的存在的？你从自己方面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实质的这样的一个我，存不存在？完全不存在的。我们自己个人来讲的话，你的我的我们的无蕴不是我们，无蕴就是我们个人的案例的基础。那无欲不是你，我们四肢躯干、六腑五脏，我们凡尘皮肤骨头全部都散开来的话，那你在哪里？我们完全就找不到的。我们手也不是，皮肤也不是，骨肉也不是，心脏也不是，心也不是，六识也不是，那四肢躯干都不是，头发也不是。那这样的慢慢的去越来越深入的去探讨的话，所以本来就是我想象中的没有观察的情况之下，我个人天生的一个显现出来，这个我就根本不存在的。那这个并不代表说不存在的，你是存在的。我们中观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存在的方式是依靠自己的名言而存在的，这是非常的有道理的。那就像是比如说我们通常讲如化如梦，所以我们这种几率，那如化如梦的几率很多人不知道，哎，一切法都是一个世俗啊，虚假的，都是如化如梦，就不存在的，那就是很危险的。这是让人产生断绝断界的一个因素存在的。那一切法虚假虚伪，或者是有一点点就像是一个如幻如梦一般的举例，完全不是那个意思。这个举例就是我们就是说刚才我们所前面所谈到的，我们一般人心中显现出来显现出来的一切法的状况，就是就像是如幻如梦一般。这为什么呢？我们众生受恶我执的影响，显现出日和外际的这样的四生相位出来的时候，自然就显现出从各个的四生相位处方面成立了各个的独立的一个实质存在，这样显现出来。实际上我们追本溯源的时候，他们存在方式根本不是那样子，他们存在的方式是依靠自己的名言，依靠自己的案例的基础而存在的。那这样了解了以后，哦，原来说我们众生这样子的认知，这样的显现出来的心都是错乱的，它如所显现那样实际上是不符合的，不存在的，它如所支撑的那样实际上不存在的，表示是这个我们心中拥有的这样的认知是错的，就像是梦是所以一模一样的。我们梦见了一头大象的话，那我们梦是显现出一个大象，不只是显现而已，它支持为一头大象。那这个梦中梦出来的梦里就是见到的一头大象，是不是实际上大象？完全不是。我们醒过来以后就才知道，昨天我就梦到了一头大象，这不是虚假的。梦是的当中，梦是认为是这个是一头大象，真实的，它去支持为一头大象。所以那个一般我们一般人日常生活当中反复的心态，显现出一切法的一个自信成立的定是成立的一个显现，跟梦是里面所看到的，所以那个就是幻化，就如一般的幻化，就是相对梦是来讲的话真实的样子。实际上追本溯源，我们追溯到底的话，梦界的大象是不是真正的大象？它只是错乱的心凭空捏造出来的一头大象而已。就像一模一样，我们如化如梦，如疑如什么，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通常日常生活当中坐船，完全往前开的时候，路边的树木往后走的感觉显现出来。这个实际上虽然你也是显现出来，但是路边的树木完全不会往前往后走，这是表示是你的眼识是错乱的。如所它显现的实际上不存在的，所以你显现如所显现跟实际的情况不符合，所以就像是一个如化如梦的原因之类。那我们魔术师变出来的信法，我们一般的观众朋友或者看魔术的人一看，他变出来的信法就是有所鸽子大象，有所房子桥梁，
等等任何的事物显现出这样的状况来，但是我们如所显现的那样实际上不存在的，有点不一样的，那这个表示是我们的演示错了。所以就像一切法如化如梦的样子，所以呢，一切法相对我们反复的认知来讲的话，都是像是一个如化如梦。原因在这个上面，我们反复人如所显现的那样，实际上追本溯源的话，不是那样实际的情况。那这样的话，我们慢慢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去思维，反复的思维，正向的考虑，我们追究到底的时候，总有一天我们就是自己的身心上面。可以感觉到啊，我自己的存在的方式完全是依靠很多的我的五蕴，或者是其他的因缘，或者是其他的名言，而成立了我自己的本身。除了这个以外，没有我从自己方面，所以恶我者捏造如捏造出来的那样的我的状态根本不存在的，这是恶我者，所以影响我们的心态。我们认知就是显现出秘密，就显现出这样的自然，就显现出这样的状况来。实际上，完全一切法的状况不是如此。我们了解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了解到无自性，自己的本身一个无自性，自己的心也是无自性，自己的无运也是无自性，这个就叫做一个空性嘛。这个我们无自性的，我们自己本身跟无运，跟我们自己的心也好，自己也好。自己的本身就无自性，就是一个空性，它的相反是有自性，这个时候所破的有我，这两个所相反是所破的有我，谁捏造出来的？我们心中拥有的恶我只凭苦捏造出来的有我。所以入宗论里面所谈到的最初说我而执着，只有我所执着法，就一模一样的，一开始我们自然就先看自己支持为自信有的，再来原自己的所拥有所拥有而支持为自信有的，那这样的一直不断的思维，这样的引申出很多的不断的烦恼来，所以干扰我们，扰乱我们的心，所以这个原因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们就是以简单的方式来介绍所以空性的道理，但是我们就是有将来有就是有机会，就是还是有就是一个可以详细的解释，对于这个空性的方面详细的解释。那我们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所以讲到这里，下次我们接着这个下面这样子。大家好，我是虚拟东托，我现在成立了这个台湾藏传佛教网络电视台，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努力的方式来要支持我们，也是护持我们，谢谢大家，阿弥陀佛。